白糖，我们成为甜品吧。我除了给你增加点甜味，似乎什么都做不了。哎，笨蛋，你什么都不用做的，等我就好了。可我也想尽一份力呀。蛋黄分离，再加入一点牛奶，打散过滤。嗯，就是这样，白糖肯定喜欢的。白糖，我们……哎，你怎么突然？我们成为焦糖布丁吧，我分成两份，一份融入你增加甜味，一份成为焦糖增加风味。毕竟爱是相互的，我也需要做些什么呀。好，我们一起甜甜的。没有细雨沙眼，不切实际的想法。哎，宝宝，来尝一尝。哇，宝宝，嗯，好吃不？啊，你看啊，这个爱呢，它是相互的，我都给你做好吃的了，你是不是也应该？知道，是吧？我也给你准备礼物了。真的？嗯，为了庆祝我们结束异地恋，送给你。啊？这什么呀？这什么呀？以后你负责做饭，我负责吃，你负责洗衣服，我负责穿，听到没有？啊？好不好？好吧。我吃完了。好好好吗？我太难了。